家人们，我好像脱单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不是发了一个我家猫招财的视频吗？然后我闺蜜就不相信，觉得我骗她。你家猫这么有本事，怎么不给你招桃花呀？走，吉哥，出去溜一圈，我就不信找不到帅哥。听说咖啡店全是帅哥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吉哥怎么办啊？一个帅哥都没有。这速度真够快的！哎，小金怎么在这？这是你的猫吗？好可爱呀、啊！站住，请喷我！瞬间好紧张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你在玩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吗？真爱网能恋爱吗？铲屎官呢？可以在上面跟同城的单身铲屎官交友，可以认识可多人了。帅哥也玩交友软件啊？在哪里注册呀？我注册了，能上面遇见你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这个我放在评论区里了。吃饱了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帅哥。真好吃。美女，美女，等一下。哎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喜欢我。等一下，钱还没有给我。